这位就是我的太太，大家看有水无？有，真是。你拢看到吼，我的太太这么水，我爱伊疼惜伊拢袂负啊。我哪有可能在外口有什么小三？大家看到无？有。对。这礼物准备了有淡薄仔临时，但我对你的心意绝对袂改变的。啊，不过我安尼误会你，你说？是我家己做了无够好，才让你误会我的。雅姐，我的好太太，今麦等在大家面头前。我有很多感謝的話想要對你說，感謝你自從我們結婚以後，你一直都在我的背後無條件的支持我，感謝你之前我在落魄的時候，你不但沒離開我，還一直陪在我的身邊。現在我已經做到總召這個位置了，照他來說應該是讓你無煩無惱才對的，但不过，我让你的烦恼煞愈来愈多，害你受苦啊！是的。我是你的家哦。我无听你，是要听什么人？但是甘心甘命啊，无啊！老婆，其实我感觉对你足亏欠的。咱翁仔某做遐尼侪年，我予你安全感煞愈来愈少。不过即摆当在大家面头前，我甲你保证，以后我予你安全感只会愈来愈侪，绝对袂减少。是我对你的约束。这条酸椒破链可能无符合你素雅的品味，也不过我想要表达的是，我对你的心意，就亲像这条酸椒同款，这么坚定，永远拢袂改变。雅姐，你敢会相信我？相信，我相信你。我真正不知道要来表达我今晚的心情。雅姐，多谢你。多谢你愿意相信我。
贼竟然动歪脑筋想要偷阮的车，真正是钟雪清的丫头。你在创啥？这敢你的枪？安尼敢能证明这台车是我的？歹势，是我唔对，我认唔到车，我俩准讲这是阮朋友的车，你唔通误会，我唔是偷车来查啦。那你请你卖动咯，我要给车顶的物件。这查甫是什么呀？跟钟雪清的关联那家伙，那样做会用一台车？刚刚，你是钟雪清的男朋友？这少年啊，塞伊的车，搁为房间房客，刚刚应该这小心落在打。辛苦一天要走一转，不然到啥干啦？未辛苦啦，你看我很臭，就是讲加客五杯、十杯，我拢客坏了。未歹，真结实。我若是无甲身材维修好，徛伫你这冰山美人边啊，哪配你会去啊？你来。这钟雪清可真正跟这小人来做伙，假的不？因两个看起来感情好袂歹，唔是才会过外转来无几工，明明就转来办公室，连这小男朋友拢爱带倒转来陪伴，几工的小步拢牵袂掉，真正有够。不怪叫我开价，哎，我咪提起三十年前的代志。你阿尊讲哦，我对于我娘依然无，以后路头路尾小拄就当作青云啦。啊！你那一张这么旧的50块美金啊？我今日去拄到一个老朋友，伊幸福我的啦。老朋友？啊，你不是无几岁就对亲爸讲离开台湾啊？啊，伫这哪有够什么老朋友啊？我甲这个老朋友不是伫台湾熟识啦。哇！不是在台湾熟识，阁有法度在台湾拄到，那安尼看起来，你甲这位老朋友缘分真深哦。上开缘分深，我真无咧衰咧。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讲，我甲伊是伫泰国熟识啦。当初恁亲婆阿公派我一个任务，伊要我去泰国去做动漫雕案，伊的毒品交易。这个任务虽然是成功啊。让我去了万条，我发现了，伊追杀我，最后是这个老朋友替我解围的。哦，原来是玛丽的救命恩人哦！啊，
安尼听起来，伊个骹手应该真好，阁真有正义感，才有法度伫你个生死关头救你一命。哎妈，有机会嘛，介绍我熟识啊！我欲吼亲身甲这位侠客说多谢。唔免啦，先生唔免，那无伊就无我呢。伊甲你无关系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在江湖上吼，唔免咧多谢来多谢去。而且当当年我冇请伊啉烧酒，我有甲伊说多谢。你请伊啉烧酒？你敢是查甫的？哦，好酒啉红底，好戏伫乌尾。啊，啉酒以后咧，后面的故事咧，妈妈。你莫遐三八的。我甲伊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迄五十块美金哦，是我落去啊，伊捡着，袂好幸我。若无，我早就袂去这件代志啊。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对噶啦对。妈，你真正杀无杀崩人心呢？你看，你无说伊把物件互碰见，爱说当作宝贝原款，好好啊收起来，搁扎伫身躯边，一藏就是几啊十年，甚至搁妄望讲有一天会当拄到这五十块的主人，啊亲手将钱还予伊。哦，看起来这个物件的主人。对伊来讲意义真深哦，妈，我看伊爸面是杀着你啊！你莫听德哥倒菜都伫后背倒，我甲伊无机会啊，我嘛无消遣嘛，我据点啊啦！我跟你讲，要来辛苦啊！为着要找万条湾报答阮全家伙仔的仇，我这几年来的心思，拢放伫咧磨练家己，完全拢无替家己的幸福设想。若是卖身躯边人出现一个，甲伊适配，甲伊疼惜，会当互伊欢喜替分担痛苦的人，伊的眼中特别只有看着孤单。我一定要赶紧帮助妈完成伊的心愿，互伊早一日放下心中的怨恨。快快乐乐去过伊的人生，也是当你洗辛苦啦。等伊洗好了，我小可甲安搭一下，然后找一个理由落来找你哈。你先等我，等我一下。将军。你的手机啊？老婆。去，你来雄雄。老婆啊，你阴暗那只尔水啊，比咱当初结婚时阵，搁较白人嘞。你今日想怎？食真侪糖啊？嗯，因为你就是我的糖啊。小可无用啊！算命一通电话来，搁较晚我拢爱出门，才会对你这么冷淡，害你这么无心灵活。所以阴暗，我要全部拢弥补回来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陈东俊，你是在创啥？娘姑，无用归宝，伊人去，走对头的。